你也是齐国的王姬，那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兄长？我们说好了要一辈子相伴。
可是我找不到他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留下陪着我吧。我太寂寞了，太寂寞了呀。 一切冤孽归于尘土，永向禁锢着的女子怨魂都得到了解脱。你可见到夏征书了？见到了。 但他沉溺于自己的执念，已经疯魔了。我没有问到线索，一无所获，所以如此颓唐。不，我还见到了齐国往西的王姬，他们怎么也会魔怔了呢？
你以为姜氏血脉高贵，子孙就能摆脱贪嗔痴的束缚？无欲无求，大义未公吗？你说田氏犯上作乱，才导致生灵涂炭。难道康公治下，百姓不是早已流离失所、徭役赋税、苦不堪言了吗？住口！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欺人容易，自欺难。即便是王姬你自己，放在第一位的，不也是私仇和个人的清白吗？我季江，你回来了。多谢关心。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可以让你回去的方法。这都是我自己种的因，活该自己吞下苦果。你别灰心，迟早会找到天河打开的缺口，让你回去团聚的。让素不相识的你为我的事情奔波，我真过意不去。这田河我有血海深仇要和他清算，你不必歉疚。季江，你真好。